不要菜，等下周末我带你去看花也得。嗯。而且我买的花，完全是个花的钱。哈哈哈哈哈！而且那晚上去吃。你好忙的呀。当当当当，今天又买了菜过来，在妈那边来做饭吃哈。郑哥在外面上班，我留在家里面就负责到照顾好老小就行了，让他在外面也能够安安心心、踏踏实实的上班，不会有后顾之忧啊。耶，妈，你们今天早上还在屋头啊？能够晚餐准备出去吗？包不背去？啊，你这个屋里没钱，我正准备说走去看看。外面去交吗？我都在那个手机上都可以交的嘛，下载一个 APP 噻。我们老人哪弄得来嘛？哎，那个很简单，我来弄。现在费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哈，两个月没有交了，欠了300多块钱哈，现在交了。弄好了吗？欠费了。你看，还是你们年轻人得行，我们老人弄不来。在手机上方便。要做饭了吗？今天做那么多菜，你就买两道包菜来做事嘛。准备弄个土豆红烧肉来吃呀。反正自从娃儿喜欢吃土豆过后哈，那土豆反正在我们家是几乎上天天都有。是吧？我喜欢吃，都是。红烧的少不了的都是那个长的啊，又好看又好吃。对，进入高压锅现在。哎，那个高压锅头。耶，等一下啊，给我下哈。嘿，你说我得不得？我得。嘿，他那个科普费膝盖按摩仪哈，四个人的都开始来两个人还挺。那个没得气了，看，让他去打气噻。来了。哦，看你这个，我都想起温州的炒粉干。我今天看这个土豆又甜又香，我来吃一个。是吧？嗯，那土豆好吃，比肉还香了呗。嗯，还有，还有爸爸都是脸肥的，这个都是脸土豆。对对，土豆比肉还香。不能做的。那碗公的吃一顿还是很好吃。好吃哈。好好吃，哎，本身就好吃。那吃新鲜，一样吃一顿那都舒服。你天天吃，再你好好吃的东西都不好吃。我不好啊，天天吃。小时候嘛。你看你牙齿，洗洗看哈。牙齿。哈哈哈哈哈。好的，请说。昨天我们考试嘞，我觉得今天我一定可以考100分，我把题都填满嘞。哦，填满了，填对没得？好的说，还有我的看图写话都填满嘞。嗯，好的，那你们等成绩发下来来给我们说哈。嗯。好吃，乖乖吃，等下周末我带你去看花也得。嗯。我买的花，完全是个花的钱。哈哈哈哈哈！而且在晚上去吃，你好忙的呀。